六斤六两割包的，那都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，那又是个手艺，一对二两的大鲫鱼，可千万别是小百鲢，就怕的是百鲢，那是百鲢、啊、又吹牛，听见没？又吹牛。要是不吹牛怎么办呢？不吹牛你就王八出海。黑色的王八，装又装出去了，又炸活嘛、哎。二哥，咱不能老炸活呀、啊，二哥。有，在里边了，在里边了。嗯，在里边就行。也不小，不小。挺黑色的装。我就是怕是十多斤那个入不了兜啊，十多斤都入不了兜啊！哎呀，我要是一算往算出它去，还是算带上来了，算没只要看见鱼了就算，看不见鱼就不算。你们要装看不见了，那我们不会装的。这边装，我们要不会钻，我就摔你三个眼睛就完了。直接往上提就不算了，穿顶了，完了，鲤鱼是没戏了，大鲫鱼来吧。你看看有戏没戏？有了，有了，呀呀呀，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二哥你可以休息了，二哥可以休息了，正在直播中啊，点头要进来看直播，王八出海免了。